今日呢條片咧就係我個女咧 send 俾我咧，就係、是、有關於佢去咗台南嗰度咧，有個陶坊嗰度陶瓷體驗嘅，大家嚟睇下啦。拜拜，謝謝你啊，拜拜。帮他做地的。哦，如果你要做竹筒，可以帮你做竹筒。纸的。越简单，对，那就卷起来掏。哦，他们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细。没事没事，你这样压好，这种感觉也不错。它是细腰的，细腰但是比较粗，它不是曲线杯。你看旁边，看你喜不喜欢这个形状？你先看旁边一下。哦，另外一种感觉。好像可以。那拿去拿这个地方切一下给你看，就知道你没有切看不出来。那到时候用一小的分之一，好像这个也不错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。那腰的地方不一样，那个比如撑起来撑的比较好，对，有点那个曲线的感觉不一样。看一下，这样子，这样好吗？嗯，这样可以。好，这个比较秀气的屁股。为什么长高的屁股？三角有推过吗？会谁说？杂波。所以谁杂波？啊，比较会生一些哦，像阿妈他们年代哦，你在当屁股大的人，对对对对，好生养。阿丽姐有说是这样子，那个。其实大家可以在上面画。对，来教你们。好，那我们耶，谢谢。我们去那边。